咱即马拢知影忏悔，爱忏悔。忏悔呢？是啊，伫什么场合来忏悔啊？是毋是爱来去寺院啊？拜水茶嘛，上梁红茶嘛，来去礼佛啦，伫佛的面前呢，安尼来求忏悔，安尼才叫做忏悔心。不是哦，唔是呢。真正的忏悔是人对人的忏悔，所以呢，对啊，心地观经内底一句话讲：若福中罪者，罪即情重。咱若是做唔对的，咱搁再安尼家己卡唔对，唔肯予人知影，这叫做烦恼。这种看到罪呢，这种的心态叫做比乱般。知影讲，咱已经犯着啦，心内真忏悔，忏悔你无讲出来，惊人知，因为呢，惊人知，惊人看咱未起，这种的叫做比乱般，因为呢，惊人看咱未起。这种的心情不对啦，咱有错误，咱爱呢停向，甲大家人讲，咱应该真勇敢，甲别人讲，我较早有安尼的代志，这叫做发怒忏悔，发怒忏悔呢，罪即消除。咱那是服从罪。会增长，咱来发怒，发怒呢？忏悔，罪就消除啦。所以，这叫做勇于认错。敢会记哩？伫咱大人有一个安尼的个案，一位阿嬷，予人送来急诊啊，遍体鳞伤啊，那真正是啊，性命真危急。后来呢，咱甲急救啊。就送入加护病房，伫加护病房啊，这阿嬷真正迄个性命的迹象很低，但是呢，啊都断袂去，最后的一口气都是断袂去。后来咱的志工啊，就向这个家属呢。问讲，甲伊讲啊，阿嬷，大家人咱都已经真尽力啊。阿嬷到底是安怎那安尼规身躯全伤啊？囝呢，都安尼真为难，后来讲出来啦，是老爸歹。老爸平常时啊，都是性地足歹。每件怕我啊，已经成伊的习惯啦。咱的志工就问讲：阿大遮济岁啊，阿嬷80多，阿公应该嘛80多，性地同款遐歹少。伊讲都是安尼，起码阮都拢较大汉啦，大家人拢个人有个人的家庭啊。啊，性地同款遐歹，啊气无路呢。已经无囝伫身躯边好好伊出水啊，所以对妈妈呢，搁较歹啊。
所以这回就是妈是爸爸的怕的啦，哦，怕到这家人啦，所以才会怕就说我妈妈真怨叹，真怨叹。平常时就说哦，伊这世人哦，唔知欠伊偌济，甘愿行啦。唔过呢，那会行未完啦，足怨叹的。志工已经知影这项代志，所以呢，有一天啊，伊就甲这囝讲，你想办法互恁爸爸来。我甲恁爸爸讲，叫伊互阿嬷呢，会当能解开这个心，设法解招来。果然来啦，阿公啊，85岁啦，阿嬷是81岁嘛。伫个外面呢，家己真懊恼的款，但是呢，都是唔讲话。阿嬷该叫讲入去甲看，伊嘛唔肯啊。后来咱个委员呢，安尼半强啊，半软啊，安尼该拖着牵着啊。阿公阿嬷这当阵呢，最最需要的是你，回心会当较欢喜嘞，嘛是你。啊，人生啊，真无常啊！你这当初若唔入去甲看哦，我想你的心内已经真后悔啊！你哦，师父讲哦，讲哦，人生最大的惩罚哦，就是后悔。你即卖这个后悔呢？那无赶紧对阿嬷讲一下吼，好你以后会更加艰苦。来啦，看阿嬷啦。结果呢，真正。哪行哪讲啊，啊，就哪该带入去加护病房。伫床前看到老母啦，这位阿公呢，真正哭出来啦，哭到这大声，就真自然呢，甲阿嬷讲，叫阿嬷的名，你都爱原谅我啦。我是一时吼发脾气啦，哈脾气发起来吼无天无地啦，所以我甲你拍干嘞，你一定爱原谅我。安那讲，安那哭，这叫做发怒忏悔。那咱的委员呐，都赶紧嘞，甲阿公安抚了，就甲阿嬷讲啊，阿嬷，你有听到无？阿公呢，已经在你的面前哦，安尼，甲你回失的啦。伊哭干的呢，你嘛知影，伊种唔甘的哦。阿嬷，咱这世人哦，有影过得真苦啦。啊，你即马阿公啊，已经哦，甲你回失的啊。啊，你都爱心爱放开哦，唔通怨呐，唔通恨呐。原谅人的人就是美德啊！那咱啊，会当个换一个较好的身体吼，安尼后摆来吼，真正哩可爱啊，有机会好做好事啊，做菩萨啦！阿嬷唔通个怨恨啊吼！那会当看到阿嬷呢，第一个眼角的内底呢，就已经呢。迄、那个泪珠出来啦！阿公真正是，真正亲像吼，迄、那个规个世安尼规个扬落去共款，一直家己真自责。过了两天后，阿嬷安详往生啊！